全球最性感男模 David Gandy 9号与蓝正龙、景荣等人力拼帅度出席活动，只能说这哥的气势大到就连我们景荣都怕怕呢。那有人说这 David Gandy 是来台湾跟你比帅的，那你看到他之后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我输了，输了。对，他人蛮 nice 的，我稍微走过来的时候跟他聊天，他个性也好，所以对，蛮完美的一个男生。有景荣的称赞，就让我们来看看这性感尤物有多完美。虽然天公不作美，但还是挡不住我们男生帅气的烟，还这样放话啦。I think I would like to come back and explore Taiwan a little bit more, the outside of Taipei as well. I love the countryside. I love walking, the forest and everything. So yeah, I haven't really got time to explore anything this time, the culture and the people. So I'm definitely going to come back and.Maybe not work so much, but enjoy the city a bit more. 台湾的粉丝听完真的都要暴动了，而同场比拼的还有帅气人妇蓝正龙，绅士范十足的他却这样说：我其实平常不会这样穿啦，私底下自己是蛮随性的。上一次到私底下穿的这是结婚吧？对，对。老婆看到你穿西装的话会称赞吗？老婆啊，不知道因为很久没穿了，那我们也不是属于那种会互相称赞的夫妻啊，所以应该就是，也不是浪不浪漫，这个要学习。看 Blue 哥这嘴巴的程度，我们就不要逼他啦。